也形成了一个双杀。这一棒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哎呀，哎呦，打到全垒打墙上，也不错啦。好可惜啊！哦，这两次二垒安打就直接打到全垒打墙上，要反弹回来。所以攻势方面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发挥一下。这个球投到比较红中的位置啊，被陈早的一棒给扫到，挑战的是中外的位置。哦呦，就差一点，球棒的一个上端，还是飞得相当的远啊。精彩，尤其在挡球啊等等接球的部分。这个球中线的一个安打，跑在这时候绕过三垒回来得分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这时候趁船再上二垒，于杰来弹啦 ，banana。我希望都有这个持续用这样的一个攻击方式啊。我虽然是好球是落后啊，也掌握到这个比较偏高的一个变化球啊，直接打向这个中间这个方向。哦，是速球哎，并不是变化球哎。但这个大概就是从昨天到今天，东哥一直讲的，粗棒还是要短而有力的哈，还是要有一些推的一个挥棒的轨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盈盈，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